价值30000多 W 的大疆无人机。来，咱们在户外开箱起飞。首先打开我们的防爆箱，这款是我们的一个主机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带屏遥控器。来，咱们把所有的设备给它拿出来啊。这是它两颗备用的锂电池，这是它的一个畅飞套装啊。好，咱们现在把防爆箱给它盖上，现在把我们这个飞机的一个口罩给它取下来。看一下我们这款飞机啊，带有双摄镜头、长焦镜头以及我们的哈苏镜头、1/4英寸的传感器啊，全身采用折叠的功能，高飞500米，距离的话是15公里。来，咱们现在直接来个开机啊。开机的话，在这个后方看到没有？这电池在这里，按一下长按。好，咱们把这个摄像头对牢自己，注意看前方摄像头会自动的一个校准啊。咱们现在打开遥控器，按一下长按。好，把我们这个天线给它展开。我们这个遥控会跟我们这个飞机进行一个对频，对频时间的话是15秒左右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螺旋桨给它展开。这款是我们的带屏控啊，这款遥控器的话是价值5999啊，单电的续航时间的话是46分钟，长焦镜头、哈苏镜头、全向避障啊，前方、底部，还有我们的后方、上方都是有避障的。好，咱们现在来个起飞，看这个画面已经出现了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直接起飞。来，咱们现在解锁电机，外八解锁电机，电机解锁以后，咱们直接左边操纵杆可以上升油门。来，可以看到啊，松手就悬停啊，悬停效果非常的好啊，稳如一头牛啊。来，咱们旋转一圈，注意看这个摄像头。来，咱们先上升点高度，看这个摄像头可以上下变动90度调节，画面相当的清晰啊。我们现在尝试着把这个飞机直接给它飞高飞远，看效果。来，直接飞远飞高走，直接就给它飞到高空500米的时候，我要给它关掉遥控器，看我们这个飞机在空中会发生什么啊。看这个遥控上的画面啊，相当的清晰啊。在空中的时候，摄像头也是支持上下90度一个电动调节，并且这款飞机带有个28倍的超强变焦，可以把这个画面直接放到最大，拉得很近啊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有几颗石头，咱们都可以数得一清二楚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给它变回来，大师镜头、延时摄影、一键短屏功能都是有的。来，咱们旋转一圈，看着四周面的风景啊。我现在要做个大胆的决定，直接关掉我的遥控器。关掉遥控器之后，看我们这个价值30000多 W 的无人机能不能执行一个成功的安全返航，我们敬请期待啊。这款飞机带有 GPS 的功能，可以执行一个低电量返航、失控返航、一键返航，并且带有智能跟随、延时摄影、大师镜头、全景照片的功能，新手从来没有玩过也是可以轻松操作我们这款飞机啊。最大的飞行高度是500米，最远的飞行距离是15公里，带有1/4英寸的传感器，可以支持2000万的一个实时像素啊，带有夜晚补光灯，在夜晚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安全的一个飞行。好，话音刚落，可以看到我们的飞机正在缓缓的降落，执行这个返航，全程遥控器都是没有开机的啊。来，看好这遥控器啊，都是没有开机的，飞机它是自己飞回来了，我们可以用手接住它。来，